终于啊，迎来了最后的舞台啊！现在这个现场，我们看到已经是这个整装待发了啊，各工种都感觉是精神饱满啊。我们今天也不能拉垮，先把自己的这个身份任务先报一遍啊。总导演在这儿，我是总策划，我是摄影，我是一桐，我是秀导。姚碧老师 OK 啊，姚碧老师。灯光老师把那个灯光也给他给足啊，就是晚上的那个效果。张立元老师的话筒拍一下。那让先去那个地方 stand by， 我们几个在这边先听一下，听一下这个反送出来的效果。